你说来，这台笔电给你哦。哪里？好吧，先跟你讲啊、哦，它不能拿来玩游戏，因为它的 CPU 会过热，懂不懂？然后它的萤幕这边以前坏掉，把它修好了，但是装不回去了。我要姐姐用自己的电脑先想好你的笔电要放哪里啊？那你们先想，我先看题目。我们一起想的好不好？你的桌子好像太小了哈。这么多题啊！Oh my god！这样想一下，什么随便打？我想想，现在是上午，2月1号上午8点，24小时以后，24小时就是一天嘛，就是22号上午几点？这是2月1日，这是2月2日的上午80号。什么叫80？本来就是。24小时，一天有24小时啊，所以他过了20小时，过了一天以后，应该只会有日期变。对，好。2月12日的上午11时，24小时后的话，就是今天1月12日，那就是1月13日的。他说是上午，那我也选上午。上午。题目来源，天天看我。好，现在是3点，这个是50、45、46、46分。好，下面90秒中间。他修正的时间是上面那一题的60秒钟之前。我呀，这题有点问题哦。年份这是3点46分，然后60秒钟前是几分呢？3点46分的60秒钟之前是3点几分？就是这个图。要说秒，这是秒针啊。对啊，它现在是三点四十六分啊，那60秒钟前是几分呢？哦，对。不是说这个图的60秒钟之前，因为它的图就是三，不是3点44。对啊，你要看现在的图是几分几秒。最后怎么还有啊？还有。这个赶快填完，填完。哦。还有题啊。还有题。好，现在是50:45。秒针转五圈后，变成了现在是50。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1分钟有多久？1分钟大概可以拍手，1分钟大概可以拍手60下才对。1分钟大概。什么？什么？洗澡需要？不可能10秒，所以是10分钟啊！努力的，这是数字。
好，我看一下。都答对。都答对。好。然后呢？反。爸爸，你只能吃莲雾，不能吃苹果。好。好，作业都做完了。等一下，把它加入最爱，这里星星加进去，好，完成，完成。好，以后你开一个网页来，慢慢讲，开一个网页，按下去，他就直接帮我说好。对，好，现在吃水果。哟呼，做完了，我做完了。